让我们先为这个Ned掌声鼓励一下。厉害！这猴子，好不好？强劲！还有连我们星爷都出来了，哇！厉害！太强了！我看今天是要给你更多的挑战。不要！你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是新人吗？整天都被我气走了，受不了说。公司是不是整人啊？受不了，直接走了。剪完这支，我就要回乡下种田了。真的回了，自己啊。曼博我不会去，我刚好不会去。哎，我好像会、啊。基本上曼博，我只要没工作，我就不去。现在这种场合啦，我好像会去，可好像也是工作。为什么不去？因为去很挤啊。然后那个地方是，那个地方又是那个。观众密集度高的地方，真的肥宅聚去。对啊，怕他们看到，结果变成拍照。你看到一看，看这个什么，还是就他们，然后就开始拍照这样子，然后看到一个就堵在哪边这样，然后其他人就，为什么来这边凑你热闹？害我们走路都不顺了这样，真的對、啊、怕生气。所以我现在去那种场合，怕造成人家困扰。我现在去那种场合就是全包这样，没有啊，我就是戴帽子戴口罩啊。对啊，我每次那样子出现的时候，对啊，是比较显眼，可是每个过来跟我讲话，刚刚都是这样，你是这样可以跟他拍照吗？然后这样，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就知道你就是对，不然就挂一个牌写不要来找我，这样，请保持走道畅通，然后这样直接变场地的工作人员，还拿那个测网速的去测摊位的那个网速，你们这个流量太高了。不是整个啦，我差一秒，直接变场控，直接变场控，真的就没有。我第一次看 H 漫是什么时候啊？我是小学五年级啊，我已经在节目上分享过了，忘了国中嘛。可我第一次看 H 漫就吐了，吐，就觉得恶心，觉得恶啊。没有画的，我记得也是，我的那个是马赛克哎。我的没有马赛克了，他一堆马，我的没有马赛克啊，但是鸡鸡跟马一样大，鸡大海苔。太浮夸了吧！就鸡这么大一个了嘛，才对。鸡爸爸马个屁！鸡整个人像跟卢王仲站着一样的。哇！哇！这么凶的，最近那么凶的，你们都没有听过这个笑话吗？我有、啊。对啊，这个是很久以前在 PTT 流传的，就是西施版在比说谁的老二比较大这样，然后大家就说哦，我的跟。什么什么一样大、啊，然后说哦，我的跟电线杆一样啊，然后说哦，什么我的头儿跟一颗小鱼西瓜一样大、啊，就下面有一楼被推爆这样，他说我的跟卢广仲一样，他说我的像卢广仲，超笑死人呢、欸，超白，下面有人贴那个 Sorry I'm late， 白色是鱼，黑色是大鱼。然后他的名字，谢谢你，黑色是大鱼、啊，可是我看不懂，我也看不懂英文名字。拿可拿远一点吧，大玉应该是艺术字吧？有吗？我看查一下，你这是什么注解？艺术字？这个把眼镜拿下就看到了。我刚试过了，我刚已经眯眼了，还是看不太出来。怎么办？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怎么念这个。我看，我英文不好。就是 Uniqlo 啊。哦 ，Uniqlo 是不是？是吧 ？Uniqlo。Uniqlo。有内裤。有内裤。好。这个然后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有，我看一下，两个爱心，大玉，对，看不出哪里有大，哪里有。你可以带这个，我帮你调好了。大玉，到底怎么看啊？你好像北北啊，你好像被烟熏到眼睛的。烟熏到了，北北。哎呀，这边变吴亦凡了。吴亦凡又加了。来个死哥。去。来个死哥。死哥。很难听。这个面有。他不管是那个 verse 的转换，还是他的那个副歌那个 chorus 的那个。四哥，好意思，哇！现在真的顶天嘞，那顶天什么人都敢呛，好不好？没人跟你怕的啦。早安，早安。很多次的活动，诸多因素无法前往，在此补上新竹演讲南港展览。
嘉年华会，大宇，你说过我烦人的问题，疯子无法回答。我是一个疯子，只为你疯狂。我靠，撩妹啊！他说什么？他说大宇，你说过烦人的问题，疯子无法回答。我是一个疯子，只为你疯狂。撩妹语录，有点厉害。有聊到吗？有点厉害，这样聊一点聊到吗？没有，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OK， 创意的部分有聊到，那就是没聊到。还有一个死哥。哦，还有个死哥，那是 Dave， 那是 Dave 好不好？死哥吗？不是死哥啦，死哥是这样啦。怎样？死哥是比六好不好？砰砰砰！不是啦，我是那个死哥啦。我只能说，早安真的很疯狂。你没有看那个图吗？就白板三加三等于多少这样？然后下台下这样比这样，然后他就写死哥。你看，打十个都比六啊，超白痴的梗又。那我们你上次有跟我们讨论到吗？什么？就我们那时候好像不知道谁，好像八毛还是谁问说，到底为什么是十个？哦，然后他就查，他就说哦，以前好像是就是嘻哈的文化是用来模仿刹车声，对，然后不知不觉就变成一个很屌这样。我说哦，那如果是台湾的话，就不是 skr， 就是，对，就是他那整个 verse 歌词就跟他那个。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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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钱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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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哦、太多了吧，太多了吧，太多了，恭喜恭喜，谢谢早安。还是其实不好意思，没有，等下好多好多就拿出来，其实折一半，三张这样，有可能。谢谢很多包哎、欸，不好意思啦，谢谢干爹的，我俩弟啊，大方的收下，不要紧张，搞不好其实只为你疯狂，好不好？不要这样子，只为你疯狂，只为你疯狂，只为你疯狂，分起来。对，那个时候哎，挂网他那个有人物都有那个。游戏天数，他的游戏天数是你上线多久、喔、以前都超多那种一千多天的、欸，一两千天的，也是在线上一两千天这样，放着就没，就是挂爆啊，因为就是要挂爆，因为游戏就是要你挂爆，很浓，真的是光辉，真的是不能玩，也不是不能玩了、啊，可以玩了、啊，现在可以玩了，以前真的不能玩，以前玩要破产，以前玩要破产，因为以前有一些人还是波接，想要我有玩过，想要对啊，想要挂一些技能，挂一挂，暑假想说哎挂一挂，然后练一练。电话费六七千，直接被爸爸妈妈骂爆，差点被杀掉，差点剁手去卖，真的，天哪！然后那时候 ADSL 才刚推始啊，才刚推这样，那时候很贵吧？其实也不贵，刚推的时候其实没有很也没有很贵，就是你换算下来会发现它其实是划算，它比电话费它会应该说它比电话费便宜多了。如果你真的要哦，如果常玩的話，对你就会觉得说也不用常玩了、啊，就是。因为你原本用网络，就是你用的时候就等于你一直在打电话，对啊，的那个费率啊，对啊，然后那时候就会跟家里说，好想要换 ADSL， 这样子电话费就不会这么高啦，然后家里就会严重反对这样子，他们就是说，哎，如果都无线可以用的话，那你就一直用，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对，要我超烦，对啊，所以那时候都是去跟人家收购不要的数据机，啊，我可以用吗？不能用，因为我打电动数据机会被我家里砸掉这样，那还插进去，然后大家就换那个，大家都换 ADSL 嘛，家里数据机都不用，就56K 那种都不用。嗯、我说，哎、欸，那你家不用，那个你借我好不好？啊，才才、欸、你家也换了，那你家的数据机借我好不好？在家里多备几个，怕被砸掉。数据机可以用吗？可以啊，就常那个时候数据机都可以用，插电话线就可以用。你把数据机当电话就好了，对啊，那数据机就电话，它只是需要一个电话机而已。对啊。对啊，所以你家里有电话线，然后有数据机就可以上了。完了，聊到这个老人臭又跑出来了。不会啊，连我脑海之中的味道都没多久以前，好不好？很久了，很久了。不，数据机不是拨号很吵吗？其实有一个诀窍就是，它如果有耳机孔，你插进去它就没声音了。哦、啊，是啊，不用再用枕头压，干，我都用毛巾压，可恶。原来它是有扩音的效果、啊。对，它是扩，我不知道从耳机孔插下去直接静音。所以大家都那个耳机就直接插的这样子哦、oh, ，原来有这招啊！耶、yeah, ，我都用毛巾的压， right. oh, 我没有压，因为我们家跟小孩马上换 ADSL 的那个，跟杀手要杀人一样，这枕头压的。
然后小云天噗噗噗噗把他打死了。对啊，那时候就这样子。哇，还有一波，半夜人家一打开直接断掉，气爆哦，像我之前跟我朋友去垦丁。然后我们就经过了一个那种有密室逃脱这样，反正那种很货柜那种哦，比较阳春一点，对，它很阳春，然后它在里面放谜题，然后让你解，比较不像密室逃脱哦。结果我们进去呢，就两个铁环这样，然后有两条绳子穿过那个铁环，然后绳子有一个结这样，然后说要把这个结移到这个铁环的另外一边这样，然后我们解半天解不出来，因为他三个货柜，然后限时30分钟这样，解半天解不出来，我想要真的解不出来，然后那个带我们去的那个柜台妹妹就说需要提示吗？然后我们就好，我们要提示，然后就说因为那个绳子锁在两头这样，然后说有没有看到对面有锁？我们有，有锁就有什么？然后我们钥匙，他说对，所以你们要找钥匙。谁在里面？我懂那种感觉，就是对，就是那个对我们来说不是解谜，那是小聪明在对对对对啊，那我就不喜欢。出题出的好，你会觉得说哦很神。对啊，所以不好就说啊这样也行。对啊，不过现在玩密室逃脱现在最多主题应该就是那个笨蛋了吧。笨蛋工作室，干嘛？不是叫你啦，叫你，你叫大鱼，这么敏感，大鱼，露出笨蛋的脸啊！瓶子，好棒，好棒！喂，这样出去小心一点，出去晒太阳了，真的出去。你火龙果怎么吃？我不吃火龙果，我吃火龙果，我尿变超红。我超喜欢吃火龙果，因为说你可以吃白的火龙果啊。火龙果我觉得很好吃，因为它其实超方便，你知道吗？火龙果其实更不用切，火龙果可以像香蕉一样把皮剥掉。哦，是吗？对啊，所以我之前运动什么的，我都是骑脚踏车嘛，然后骑回士林的时候。停在就是刚好有个 U bike 是在一个水果摊旁边，我就直接买一个火龙果，然后就是这样香蕉一样剥开，然后边走边吃。所以火龙果其实超级方便，大家其实都觉得火龙果很麻烦，对不对？No, so convenient. OK, skirt, skirt. 你只是看人家这样，你有死吗？刹车声吗？哎呀，也是啊，也是有这样。抱歉抱歉，你又超越了我们的思维，你才是最强的，你才是最厉害的。你是天才。好，我们接下来看了我们的宅餐车第二集的预告。预告一下，来看一下。我来了，哇，哎呦，哇，第二集已经在这里了。过来给我装那个碗啊，白痴。你们过程很长。我可是在卖场，还有那个路边杂货公园。这个卖一份50，那边一件衣服才50。卖衣服，拜拜 ，miss。好，我们第一 part 到这边结束，等一下呢，第二 part 我们要有来宾啦。哦，进广告。欢迎所长 Remy。而且我是一个不饱就不睡的人。哎呦哎呦，大家先不要，大家先不要睡了嘛，气到这样子，一定要吃，一定要吃。所以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跟人民打一个晚上，不能跟他开玩笑说走啊，吃宵夜啊这样。那就走啊，正常玩笑嘛。我们通常98.9%都是开玩笑的，对啊，就大家就这样走啊走啊，然后大家就到人家发火说不要吃宵夜吗？没有在骗我，不是不要睡啊嘛。我直接我直接买宵夜到你们家。哎呦，然后直接就为了自己要吃，开门啊！开门，快给我开门！卤蛋，干嘛干嘛？烧饼。没有，拿那个宵夜，直接掉，拿一块肉粽这样子。哇哇！还丢完退回来这样子。哇塞，那边看这样，没有夸张。生理跟心理的乐观也会影响复原的速度，是，我觉得，就可能他觉得说，蛮乐观，对，他可能就觉得说啊，你要吃流质是因为
怕严重干嘛？你不怕，我没事，然后直接吃。你就是这样，你就是白胡子啊，就是要吃。坐在他的船上都插管了，还要喝酒这样。然后医生说船长你不能喝酒，他还说混蛋，喝自己想喝的东西怎么可能会生病？哎呀，就是白胡子，就是白胡子。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啊。你是没？其实这段时间我都还有被医生骂哎。啊！废话，我是医生，我禁足你了。其实我真的是医生叫我干嘛干嘛，我都说我不要。就其实当初就是因为其实我撞到那刹那，我只以为我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就只是有疤、流血、缝针，然后跟牙齿撞断而已，就没有就是突然就是医生就跟我讲说你这个可能要去照一下断层扫描，我就去照，然后照完后三天过去的时候就看到说哎。怎么这边骨头裂了一横，这边骨头裂了一横，然后下巴这边也裂了一横。哇，好猛、喔！会不会是你在说不要？也太严重了吧！会不会是你一直说不要，然后医生不爽偷打你这样？可以给你们看。嘴边说不要，嘴边说不要，好可怕哦、喔！三项之力耶！三项之力是怎样啊？这边攻速的，这边加血的，对吧？这边加攻击的，闪耀剑有，好屌、喔！还是你这样摔一下，就好像是被那火翼先生打一下，打到那个任督二脉就通了。哎、欸，有感觉哦、喔。然后回来上节目，感觉反应更快。我不知道什么，我就是回来后，大家都说我变得比较漂亮，你知道吗？你真的打通了路了。没有，我觉得你外部目前看起来没什么。对啊，其实有歪啦，我可以就是诚实，我鼻子有歪。鼻子？我鼻子真的有歪。其实我就每次挖鼻孔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因为是因为我们没有挖过你鼻孔，所以我们可是为什么？不要来挖一下，你有，其实神经坏死，撞到就会死掉。啊！你说牙齿会死掉，还是我会死掉，还是神经会死掉？神经会死掉，对啊，神经会死掉影响牙齿吗？神经死掉的话就影响牙齿。对啊，我现在门牙两颗死掉的，那它我的也是，我的也是，它会掉下来吗？还是它就会待在那里？它会待在那里啊，可是就是你这个牙齿是死掉的、啊，它就会真的连着你整个神经，你知道吗？就你整个人都神经坏死。啊、我没有啦，我神经蛮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啦。你不要这样子吓大鱼，他信啊，他真的信。我错了，不要这样跟大鱼讲呢。这样这个也不要看，小心啊，大鱼小心，才会撞到牙齿啊。这样是不好的父母。没有，这不是跟人家说什么？哎、欸，那个警察先生很恐怖，那小孩子怕死了。对啊，小时候大鱼一直跟我说不能指月亮，不能怎样，我就睡他们睡觉都狂指，晚上出去在院子。好讨厌、啊！没有是长得不好，你是新说唱的参赛者是不是？对呗，你好像哦。太久了 ，Let's do it, man！ 太久了，太久了，太久了。给他，给他。复原的蛮好。不是，因为他摔的那一天，隔天是要跟我去。对啊，我知道你有讲啊。对啊，然后我还在开台跟观众很开心说：“哎、欸，明天要来看我啊！不想看我，要看瑞米啊！他腿超长的，怎么干嘛？”他们就骂我说：“你住院了。”感觉真的超惨的，天哪！吓死我！我是开台中间直接变脸，我是傻眼，偷笑的。对啊，然后我就问蜜你吓到嘴开，你还好吗？这样子，然后他可以回我说，他直接传一张他躺床的，对，躺病床照片。其实廖大有看我躺床的照片，那个真的是，我等一下可以拿给你。你看起来很惨，是不是？那个整个都是血、啊。你说那个是阴司路的灵眼，我也相信。很坏，面无血色，唯一有血就这里一口血，嘴巴里有血。我整个脸发白，对，然后对，整个人真的很惨白，然后就嘴巴都是血这样。我还特别美记了一下，好可怕，那就不用美记，谁还想得赌啦？也不用美了啦。我那时候想说，因为我那时候真吓到，我真的是因为隔天要跟他工作，我当然就第一时间赶快问他还 OK 吗？但他当然第一时间可能是没办法回我。他回我的时候，他就说他没事没事，我想说没事就好，要传一个照片，没事可以。我说没事，你要干嘛？你会没？然后还是直接丢一个照片，把我吓到。他好像说哇靠吧。我说哇靠，我说真的是哇靠，没事啊。那你有什么有玩什么，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喜欢高雄吗？蛮喜欢的，大家都很热情。高雄有网路吗？有啊高雄的不要反串啊。高雄 iPhone 都出到4了。真的假的？对啊，哦，超快的，上次还在2了，对不对？真的很快。而且我上去还看到有人骑马去排队。骑马好啊，骑马好。清朝啊。